nice to see. It's been a long time. 这个是在Frankfurt他们那个Deutschbahn的 service counter， 我们现在排队要去买那个去海德堡的火车票。我们是搭什么？973 ICE。哦 ，Stuttgart 那条 line 哈。对。看，这个真好，他们的火车里面你可以 enjoy free WiFi。我们现在去要再去那个 restaurant 火车里面的 restaurant 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最好是有香肠啊，我想吃香肠。好多人啊，没有香肠，不过有 sandwich。小晃小晃， okay， 我们是坐class one 的十号车厢。说这个车厢里面还蛮安静的，说还不错，说我们去曼哈顿转车。哎呀，我的那个相机没有电了，我现在要用火车上面的那个插头充电一下。现在在曼哈顿等着火车来，我们要去 Heidelberg， 说就可以和我们的好朋友会面啦。我们现在在曼哈顿上了车，我们现在要去海利堡。这辆火车呢，我看应该是感觉上是比较老个人坐的比较多了，车里面是这个样子。等一下我们到的时候我们再拍啊。我们到海德堡啦，现在我们要找出口。这个就是海德堡的火车站，这个就是海德堡的火车站。看到又很想吃了。如果是你们要买火车票的话，你们可以来这个地方，你们可以来到这个 Reisezentrum， 就是给你们买火车票还有订火车票位置的地方。说直走我们就到海德堡火车站的出口。海德堡这边呢，交通非常的方便，你只要出到来火车站外面，前面这边就有电车好搭。现在德国这里是秋天，所以不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树的叶子开始慢慢变红色了哈。我们到我们这次在海德堡这边的那个酒店了，好，这个是酒店进来，酒店大堂是这个样子了。这边有一个 seating area。这边呢是 Grill 16， 也是这间酒店早餐的 venue 来的。这个 Pinter Bar， 不过现在还没有开门。到现在我们在 Heidelberg， 我们 check in 了 Marriott。机号帮你说明。OK， so Marriott 里面是这个样子了。本地的 beer。OK。Heidelberg beer。还有嘞？哎 ，Pepsi。这个什么来的 ？Mineral water。Mineral water。Pepsi、这个是 Evian 呐、啊，哦茶 ，BO 的茶 ，Organic 茶 ，Organic 茶，嗯，咖啡，咖啡，这边一个 Safety Box，A gift for you，Gift， 哎 ，OK，I Geschenk für Sie，Yes， 它的 Geschenk 是 Evian 来的，几大方，你看，这个在马来西亚买要十多块一支啊，哪里折二十多啊，是嘞，算了呗，这边很便宜的，这边很便宜。来，我们看一下外面什么。这个就是从我们酒店看出去，这个样子。那是大学来的哈，是吧？是大学来的，大学来的哈。嗯 ，Heidelberg University，Heidelberg University， 386，接近700年。700 years，厉害。Europe， 我觉得第三最旧的大学。因为它是在 Heidelberg 这边，说那个房间不会很大，不过还好啦，好。这个 area 也是蛮方便一下的，靠近火车站。其实，在 Heidelberg 这样子的房间，这样的一个房间算是很不错。所以，我们这个房间呢，还有 access to executive lounge。我们现在要去 executive lounge 拿一些饮料喝，还有拿一些 snack 吃。executive lounge 在三楼，先记得进来前要带一下你的卡。不然的话你 access 不到这个 executive lounge， 这个就是它的 executive lounge， 里面很安静，所以我讲话也不可以太大声。这些是 snacks， 这边有汽水，有果汁，
这边有咖啡机，然后茶的话在这里。这个是 Executive Lounge 外面的，它是在河畔旁边的，所以它的景色是非常的漂亮。如果你看到有自行车呢，你要走右手边的方向，他们是走左手边的方向。这个是我们是在去那个城市的中心的哈，这个是 interchange， 有 bus 啊，有 tram 啊，去很多地方的。对，这边开始就是那个 Mandat shopping area 咯。Bismarck Plus 这条路下去就是shopping area。我们现在刚刚下了巴士，我们要去吃晚餐。不过看到这个景色这么漂亮，我们下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拍个照。这边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是海德堡的旧桥，奥德姆哥。这个有多少年历史了？大概有几百年了，被炸过很多次，在做过。说被炸过？打仗的时候被炸过。这城堡有多少年历史啊？1214年。1214年啊，这个城堡，哇，这个真是好久了。九百年了、哦。接近九百年了。这个是城堡吗？过那个是。特别大的那个 garden 来的，像风景好说啊，还是气候好啊，或者像下大雪啊，它就很白了，很美了上面的。这条河叫什么名字？Neka。这条河 along 这条河下去都是很多个小村。小村，很多小小的城堡这些。所以我们现在要吃我们的晚餐，我要 Spätzle mit Käse。Guten Abend, hello. Hello. Do you like to eat or just to drink? I would like to eat. A food? A lot. Ich habe Hunger. Okay, Deutsch und Englisch. Okay. Ich komme gleich. Wie viel sind es? 2, 4, 6? Ich bringe Besteck. Sechs. Oh. Oh, happy.这间是叫 Hard Teufel 哈 ，Devil， 这个就是 Hard Teufel， Devil 咯 ，Hard 是敲 ，Teufel 就是 Devil。看一下今天晚上吃什么？羊的 cheese， 跟 nut 的 cheese， 跟 honey， 是 ？Better？ 这个 Yeah。Okay， so one of this tenderloin， yes。Yep。现在等着吃晚餐。这个 trip 现在开始热闹了，本来就我们两个，现在不是已经两座了。最难得是大家是在海德堡这边哈，下啦。哥们，这个是第一个 small dish， 这个是 goat cheese 来的，这个毛病的 pork chop， and then 这个是spätzle， red cabbage 啊，红什么？红包菜。它讲有点苹果的味道啊。这个什么肉来的？这个是 pork roast， pork
chopper，这个是啊，Wurst，这个是德国香肠，这个肯定要吃的。这个是肯定要吃的，是德国最肯定要吃的。这个是酸菜，德国猪脚，那旁边那个是酸菜。这一间的泡那个真是好吃，一流，好。很脆，这里面呢那个有 fat 的部分哦，很软，嗯，一下进了嘴巴不是就很有嚼劲哦，嗯，做那肉又很扎实一下哦。我们的甜品来了，就是 cream brulee， 这个是 apple strudel， 这个是 typical German 的，嗯 ，typical German 的 dessert，OK。这个是 soft flake， 我们开动了，我们试试看它的甜品好不好吃。说在这样的 environment 之下吃东西哦，有那个 candlelight， 浪漫。Come back, darling, I'll be waiting.